大家早上早安，请就位，我们要准备今天开始的今天的圣餐礼拜。我们各自先安静一下，好不好？再次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欢迎大家回到新生圣母堂，一起来敬拜我们的耶稣。今天是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圣餐礼拜。所以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透过这个求节信祝文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朝拜主。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接着这个求节信祝文，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过后我们的赞美队去那里可以站出来了我们做了这个祷告之后，我们就开始敬拜赞美。来，我们一起祷告。全能的上帝，凡人的心在主面前无不显明，心里所羡慕的主都知道，心里所隐藏的也瞒不过主。求主用圣灵的感化洁净我们心里的意念，叫我们尽心爱主，恭敬归荣耀于主的圣名。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阿们。请继续站立，我们在赞美队来带领我们唱诗敬拜我们主。先生，今天愿主与我同在，愿天敞开，愿他祝福领导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在哪个平台，在教会或者在线上的，我们祝福你。将天敞开，与你荣耀交加。将天敞开，与你荣耀。
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论明白和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们。再来一次，虽然道路崎岖。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
是我温暖，他是我。
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我们现在要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来到你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把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所担心的，或者是我们所有负担的，我可以来到你面前来表明，来跟你诉说。主，我们继续求你看顾我们的国家，因为最近这个新冠病毒再一次的肆虐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数字还是保留在蛮高的一个地方。那求主啊，你自己的爱，你自己的大能，继续在我们国家来彰显，也帮助我们每个国人都能够遵守标准作业程序，让我们可以同政府一起重新设立的把这一个的指数能够压低。这求主你自己也纪念因着这一个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带来的那恶性的那种结果，失业，百姓失去了那个谋生的机会，还有其他病病症，这一个大流行导致其他的病痛，主，我们求你纪念这些的人，把我们自己教会里面的肢体，也求主你特别看顾我们当中的年长的弟兄姐妹，求主你自己特别与他们同在，这叫家人的关注，还有其他可能甚至基弟兄姐妹的关怀，让他们在这一个非常时期，他们也不会有这个带给他们不好的一些的不好的这些的结果。主，我们求你继续，今年全球都在抗疫，求你在当中也因此吸起一股新的一个一个工作，让更多的人因此能够跑向你那边，来到主耶稣里头，真正的认识我们生命的意义，好让主我们可以把生命再一次放在主你基督耶稣的根基上，好让我们在世上面对重重冲击的时候，我们还持有这个盼望，持有这一个的能力。所以主你帮助教会，特别在这个这个时期，如何能够照顾弟兄姐妹，牧养肢体，同时也如何可以向外能够传福音，帮助我们的周遭的人，特别是我们的邻舍能够认识主耶稣。也天父，我们求你这课也特别再次把我们要在学校的孩子们求你在可能在还有最后一个两个礼拜，他们要准备考试，特别SBM 的那个预考求主你也带领，特别今天这个嘉荣求你赐给他智慧，他继续在这个 SBM 预考的时候经历到主你的同在。主，我们也继续纪念我们当中有病痛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特别要把Mr. Ong In King 在9:30将要接受手术，求主你自己在当中掌握整个的这个手术团都能够由你自己的带领很成功的进行这个手术，手术过后能够康复。主，把他的家人交在你手中，求恩主你自己带领他们在这个期间继续的信靠。主，我们也为着 Reverend Dodin 要感谢你，他出院已经回到新山，求主在新山休养的时候，你自己的医治的能力恩典继续随着他的身上，让他继续见证主你自己医治的能力，你的这个信实，也把我们的这个陈可妮女惠丽主要在继续在在休息的时候，求主你让他重新得力。所以主，我们继续仰望你，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求恩主你带领我们。我们现在要转向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愿你向我们说话。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这刻请大家起立，我们要读圣经。你帮我转啊。我们继续要读第二次了，应该今天这个主日，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八节。来，我们一起念一二三。主是活石，虽然被人丢弃，却是神所拣选的，所珍贵的。你们来到他那里，自己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宇，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喜悦十足祭物。因为经上有这话，看啊，在西岸放了一块石头，是一块蒙拣选珍贵的基石，信靠他的人并不蒙羞。所以尊贵是属于你们信的人，但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却有这话，工匠丢去的石头成长角首要的基石，并且成为绊脚石而使人绊倒的磐石。他们绊倒是因为不顺从这道，他们也是注定要这样的。这是神的道。请坐。再次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这个经角的崇拜，不是实体或者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很高兴今天我们再一次能够一起来敬拜。上个礼拜建议说，当我们面对困苦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两个很基本的回应，你们还记得吗？还记得吗？来，我们复习一下，很快的复习一下。来，我们首先说，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回到主耶稣那边，因为他是我们的基石，他是我们的绊脚石，他是我们的根基。所以我们建立在他身上的时候，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障碍，遇到什么的问题，我们依然能够稳固，因为我们有一个很稳固很信实的石头。那么在上个礼拜五小组里头，我们也进一步去看究竟这个石头是什么意思，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改变，上帝的那种能力。我们 有问题的时候就跑回去那边支取那个能力，因为耶稣就是我们能力的柱子， the tower or the pillar of strength。 那么跟着来，我们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但你知道有耶稣在你身上可以帮助你面对各种的挑战，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相信耶稣对我们的看法，或神对我们的看法，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宝贵的。哎，我们的神中间，因为我们是宝贵，所以神就会保守我们。神会把他那种已经准备好给我们的那些的好像彼得前书里面提到的一些的基业，他会保守，让我们能够承受。这句话也是告诉我们说，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会安然帮助我们度过这个世上各种的挑战，安然抵达神要我们去的地方，而且承受神给我们的基业。所以在世上，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份的缘故，因为我们相信神对我们是珍惜我们的，上帝会做出一切的能力当然他是神，他必定会做得到，会把我们安然度过各种各样的挑战，甚至我们人生最后的一个敌人就是死亡，我们还是可以安然度过这一个最终的这个死亡，进入神给我们所应许的。那今天早上呢，我要跟大家加多一个的反应就是从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从第五节里面看，我们今天另外的一个就是要活在神作为的当下。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在逆境或是顺境当中，其实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活跃的，他不是只是让救了我们就让我们自己过生活，就是在他全能当中保守我们安然，让我们继续做事。但是在整个经历当中，上帝是在背后做了在世纪在做他的工，好让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只是安然抵达，我们也成为一个跟蒙神喜悦的人。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了解就是说，上帝在这一个状况里头，其实他在做工。所以我们只要活在当中，让神的工作成就在我们当中，无论是好的事情或者是坏的事情或者是什么状况，神都可以用这些来成就他的工作。因为罗马书曾经有
有这个应许，对不对？万事互相效力。OK， 我们不讲啊，你们懂啊？来到我们的益处，什么益处？这益处可能不是脱离危机，但是在危机当中、危险当中，上帝成就他的美意。跟着来说，好让我们更像我们的他的我们的这个主耶稣一样。所以，上帝在任何状况里头，无论你是好不好的状况，上帝还在做工。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无论遇到什么，我按着我该做的东西去做，我要该神要我做的东西，我在逆境也好，顺境也好，要履行这些的任务，这是我们应该持有的一个的态度或是一个反应。再我们来看啊。我们要活在神的这个作为当中，因为在第五节里头他讲了，我们再来看他自己也要像活石。他说这个活石之前就讲到耶稣是活石，在来到我们自己也成为活石的时候，这个活石还记得吗？我上次说这个是其实是指我们，因为这个是复数，它指我们一般人，就像好像活石一样，我们要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宇。彼得在这一节经文里头呢，告诉了当时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是受在迫害的情况底下，他不但被人抓，甚至有时候会甚至生命的危险。他说他告诉了说，在你这样情况底下，其实当然在后面有一个的创一个的建造者，当然这个建造者不是你的迫害你的人，他其实这些人要妨碍你们，要阻止你们相信耶稣，甚至他们就想把你从他们的城市、他们住的地方赶走。但是在背后，这里他讲，在背后这一些恶意或者是恶行为当中，他说不要忘记，有一位创造、一个建造者，他的借助他的公义、他的美善来建立这些受难受苦的人的生命。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要鼓励他们。说神其实在做一个建造的工作，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在建造一个工作。建造什么？这里说是属灵的殿宇，就是一个灵宫。我们说他说，所以我们要继续被吸引进来，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我们继续要回到耶稣的身上啊，因为我们在被建造这个磐石当中啊，神建造我们，那么这个神要使我们成为一个灵宫的一部分。所以提到这个灵宫的时候，可能也要提起啊，属灵的殿宇。这属灵的殿宇，你看到吗？这活石不是一个，不是一块两块。其实他是全部信主的人，他都要把它召集在这个大磐石上建造这灵宫。换句话说，我们不可以单独走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要被召集在基督里头，一起被建造起来。所以假如我们是一个单独的一小块灵，一个石头，没有什么作为，但是上帝把它建立在一起一起建造的时候，好，我们成为很有能力的一个肢体。所以这里也鼓励我们说，在艰苦的时候不要孤立自己，不要单独的去面对，其实上帝是做一个集体的建造，这不是只是建造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把全体集中起来建造，不同的经历底下，他把它召集起来，好让在这个集合当中成为一股能力。那种受苦的，被那些 有成功的人来鼓励那么你经历到了那些各种的经历的时候，你成为别人的那种鼓励。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提醒，在你最艰苦的时候，不要单独的去面对，要让神回到这个神所建造的灵宫，一起来生活。所以彼得在这里呢，他是鼓励这些信徒，你要活在主的作为的底下，而你要体会到，当你面临问题的时候，其实上帝在当中做工，甚至在那种负面的环境底下，那些对我们有害的所谓的遭那种的对待，上帝其实用这些来塑造我们，成为一个神所骄傲的一个的肢体。上帝
是那一位建造者。我们需要在某个程度，我们需要接受，在这个生活当中，甚至基督徒，我们会面对逆境、困难的时刻。但是上帝说，我们可以活在这些苦难当中。当我们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很多信主的人，也是会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挑战，甚至现在这个时代，也有很多基督徒因着他们的信仰被迫害，在非洲，在东中东里头，甚至很多被杀，上千上万的集体的被谋杀，我们现在都有的问题。然后可能我们也现在因着疫情，面对各种的问题，在经济上啦，甚至是生病啦，或者我们有时候因为这个疫情，很多经济那些中小企业不能再营业了，不能再操作了，很多就一直失业。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有我们的这种的困难。但是在这一个，甚至有时候当我们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有一些我们当中的心肠也是看到别人受苦，你自己也觉得受苦了。虽然你不有亲身的去经历，但是你看到人家苦楚，你看到人家痛，你自己也痛起来。你看到一些人当中一些可能亲戚朋友，或是周遭人，甚至我们弟兄姐妹，你看到他们进入一些非常危害他们自己生活的一些那种习惯，但是他改不来，所以可能那些也带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的伤心苦楚。但是请记得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受形势的左右，我们不需要让环境来影响我们，来控制我们，来使到我们跌倒。因为上帝是那一个大建造者，他不但建造这个物质世界，其实他也可以透过这些世界，透过我们生命的经历，在做他的这一个工作。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苦难的钉子，他是用这些来建造的。比如说很难接受，上帝可以用这个，他建造我，平时建造我们要用钉子钉啊这些东西，那在建造生活的时候，他的工具是什么？他可能就用痛苦、处境来塑造我们，好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健壮的人。所以有时候这一些的苦难，也是上帝的一种用好像用这个叫什么？来动一下你，哎，你要回到主耶稣那边的，哎，你要回到主耶稣那边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埋怨哦，好的时候就不来找教会，一切顺利的时候就不来找教会，不来教会。一有问题的电话进来，哦，为我祷告，而开始来聚会了。而有时候我们 complain 哦，但是其实这个可能是神的作为啊，可是我们必须要再 complain， 其实叫上帝在塑造那个人，可能上帝是借助这些，然后把他带回那个磐石建造他的灵宫，因为灵宫不是只建造你跟我，这还有很多很多信主的人，主耶稣都可能透过这把他拉回来。所以我们要，所以这个也要警惕我们，我们要常常进入这回到主耶稣身上，然后让回到主耶稣身上之后，我们继续让主在我们身上活在他的工作当中。那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就是什么呢？要记得这句话哈，在你困苦困苦处境的背后，有一位看不见的建造者。在每次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其实在这当中，我们要看到神的手在当中建造。神允许一些的敲打在我们的身上，他是因为他其实他在做工。他知道我们的耐力到什么时候，他允许我们走进一什么的困境当中。其实神说，我们可以是有这个能力去接受的，因为上帝是借助这些来建造我们。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继续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东西。神要我们做什么呢？这里说他曾做那个灵，对不对？那个殿属灵的殿宇，
然后是做祭司，然后献上神所喜悦的灵祭，属灵的祭物。就是在这一个苦楚或是在困难当中，我们继续要扮演这个角色，这个祭司。祭司是什么？其实就应该 很简单 的了解，祭司就是站在神跟人中间的那一个的中保。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现在因着耶稣我们可以跟神接触，但是我们也成为一个祭司，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站在中间，在神跟人中间成为那个桥梁。所以在这一个祭司里头有两个很重要角色，第一就是要服侍上帝，另外一个就是服侍人。所以在这里，在这一个我读给你听，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五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赞颂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的嘴唇的果子。在这里其中一个神所喜悦的灵物的灵祭或是属灵的祭物，就是这里说颂赞为祭，一个继续来赞美，继续来高举，继续来服侍上帝的这个责任。所以在逆境当中不要忘记神。所以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回应，在逆境当中维持那个服侍神的那个祭司，继续要来敬拜他，继续要来服侍他，继续来赞美他，高举他，来到神面前，继续的以诗歌赞美来亲近他。来说这个是向神的那一方面。那跟着来这里也继续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助的事，因为这样的祭也是神所喜悦的。另外一个就是来服侍其他的人，所以有时候不容易，你自己有苦难有艰苦还去服侍人就不简单。但是上帝说，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神就透过这些，在艰苦的时候你依然去持守着你的 责任祭祀的时候，神其实是在建造你，建立你的生活。在这样情况的时候，这些锻炼你还是想到别人，不是只是想到自己。就上次讲到我们这个爱，我们就要想到别人。所以在无论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要记得我们继续要做我们该做的东西，继续要活在神的作为的当下。我们要向神向神向神敬拜上帝，继续赞美上帝，然后继续也要看怎样去服侍别人。其中一个去服侍别人就是要成为那个福音的桥梁，帮助他们信耶稣。因为最有价值的一个服侍就是帮助他们从死亡当中进入永生，就是把耶稣介绍给他们。所以在困境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传福音。所以最后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感恩，因为可能我们没有答案为什么我们会受苦，为什么处在这个旷野的处境。但是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说，无论是如何，怎样的苦楚，怎样被人羞辱，怎样被人对待，上帝还是非常珍惜我们。他对我们的他在我们在他的眼光当中是珍贵的，宝贵的。所以我们因此可以继续的真正的活下去。那么当我们活下去的时候，我们也要继续把自己回到这个珍贵的耶稣的身上，然后让他来塑造我们，让他借助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的情况来塑造我们。所以这句话说，你们要来到他那里继续要成为活石做祭司，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回应，就是要活在神的作为底下，做祭司，继续做我们该做的这个的祭司的责任。所以不要让环境打倒我们，反而让环境来塑造我们，成为上帝的灵工，让教会借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信仰，我们可以更加有能力去成就上帝要我们做的事。
所以这就是上一个基本的回应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弟兄姐妹。就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记得我们要常常回到主那边去，因为主是我们的祭司。然后你要知道上帝怎样看你，不要让周遭的人来认定你是谁，导致把你整个人垮下，这样没有精力去做。同时第三今天讲到的，虽然在苦楚当中坚持我们做基督徒的基本责任，不要放弃上帝给我们的身份。上帝给我们尊贵，但是他给我们责任，就在最难的时候不要放弃上帝，继续成为他面前的祭司，敬拜他，同时也把也去尽量能够帮助到别人的需要。那么在整个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你会发觉你会战胜你的周围的那个环境，不要让环境来左右你，让上帝的真理来推动你。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要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的一些的学习，如何面对我们的处境。然而主，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因为明白一个道理跟旅行或者是活在一个道理可能会两回事。主啊，因此我们求你把我们的脑跟我们的心连接起来，不但让我们今天明白你的心意，知道你要我们如何回应面对苦楚的时候，你也同时给我们这一个的信，这个的信德，这个的能力，这一个的信心，去活出你要我们活的生命。这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守圣餐的时候，愿你自己的爱再一次的充满我们的心，让你圣灵的能力，改造的这一个能力再次充满我们每一个的细胞，好让主我们唯一的期待就是让你借助各种的状况来塑造我们，成为你自己所骄傲真正所尊贵的这一个灵工，好让在这一个属灵的殿宇里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扮演我们的角色，都能够发挥主啊，甚至在最困难的情况底下都能够发挥我们的能力，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帮助人能够来信靠耶稣，因此也得到同样的这个尊贵的耶稣。所以圣灵，求你来特别让我们当中目前面对困难的，面对一些生活挑战的，可能是我们周遭的或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求主你今天再次用着你，借着你的圣灵来引导，来装备，来充满，好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履行世界我们所明白的道理。让圣灵求你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们，让你的活水涌出我们的生命。感谢这样的耶稣，求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请站立，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这个圣餐礼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弥赛亚信经，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信独立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并一切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永为圣父所生的，从上帝出来的上帝，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是与圣父一体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他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借着圣灵的大能，如同真理玛利亚所生，并成为人。他为我们在本丢比拉多手下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辱受死，被埋葬。
应验圣经的话，第三日复活，他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必有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们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的根源，是从圣父圣子出来的。他与圣父圣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借着先知传言。我们信圣徒所传的一生和公之教会，我们承认为赦罪所施的独一洗礼，我们指望死人复活并来世的生命。阿们。我们继续站立。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众保，就是那义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让我们以忏悔和信心承认我们的罪恶，坚决遵行上帝的诫命，与人又与人亲爱，和睦共处。我们先安静听课，然后我们一起来认罪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说：全能上帝，我们的天父，我们常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得罪人，又得罪人，又因自己无知、本心软弱，当作的不做，不当作的倒去做。现在我们痛改前非，决心悔罪，因着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求你赦免我们以往的罪恶，以施恩使我们成为新人，常侍奉你。就这样，荣耀归于你的圣名。阿门。全能的上帝，愿意饶恕一切真心悔改的人，愿上帝怜恤你们，饶恕你们，并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坚定你们的心智，加强你们行善的力量，保守你们得永生。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阿门。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体，所以让我们追求和睦，建立我们共同的生活。愿主的平安常常与你们同在。我们以没有接触的方式彼此问安。我现在要准备这个圣餐酒。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一起来做这个奉献礼。我们先祷告。上主啊，尊贵、权柄、荣光、显耀、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万物都是从你来的，我们把从你得的献给你。我们继续站立。祝谢礼文，愿主与你们同在。你们的心当仰望主。我们要感谢主上帝。无论何时何地，借着独生圣子我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圣父、天上的王、全能永生的上帝，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和乐意做的。因为耶稣是你生命的道，借着他，你起初万物便被造成，并且你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借着他，你使我们从罪恶中得释放，使他降世为人，并死在十字架上。你使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你的右边。
借着他你差遣赐圣灵的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成为属于你的子民。因此我们与天使、天使长及天上的会众一同称颂赞美你大人，你大荣耀的圣灵，常赞美你说：圣哉圣哉圣哉，全全全能的上帝，天地都充满你的荣耀。何善啊，在至高之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善啊，在至高之处。我们继续祷告。天父啊，接纳我们奉圣子救主耶稣基督所做的称颂，现在我们效法他的榜样，遵照他的命令，求你借圣灵的能力，使这饼和酒作为他的身体和宝血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分与他的门徒说：你们都拿这个吃，这是我一心愿的血啊，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这样行来纪念。晚饭过后又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他们说：你们都拿这个喝，这是我立心愿的血，是为你们和多人免罪流出来的，你们要常常这样行来纪念我。我们一起宣告说：基督死了，基督活了，基督要再来。因此天父啊，我们纪念他在十字架上一次而永远的奉献自己，并且传扬他大能的复活及荣耀的升天。现在就等候他荣耀再降临，我们借着这饼和酒举行圣礼，表明他唯一的完全祭。我们一起祷告说：借着他大祭司，求你悦纳我们所献感谢和称颂的祭。当我们在威严上帝面前吃喝这神圣的恩物时，借着圣灵更新我们，用大爱启发我们，并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使我们合而为一，借着他，靠着他，在他里面以你圣灵的能力，并以一切在天上站在主面前的众圣徒，我们敬拜你全能的父，不停地赞美歌颂，说称颂尊贵荣耀及权柄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的，如愿。现在我们遵照主的教导，我们一起祷告，主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能够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父今日赐给我们，又求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世世无尽。阿们。我们掰开这饼来分享基督的身体。我们虽多，却乃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享一个饼。天公敬主人，我们祷告说：慈悲的主，我们到主圣座前，不敢靠自己的功劳，也靠主主办的大恩惠。我们就是借主圣座下的领税，也是不配的。唯主荣无改变，常怀怜悯的心，求恩主祝我们能赐爱子耶稣基督的肉体和他的宝血，使我们常在他里面，他也常在我们。我们这刻要凭信心一起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宝血，为我们使得身体和灵的宝血，我们拿来吃，拿来喝，以纪念主为我们受死，并且信心领受，心里感谢。我要请John 来帮我分派这个就是以往一样，我们现在每个人拿一份。那么我们本堂的要按手了才可以领受哈，其他的教会你洗礼了啊，你有领受圣餐，我们就欢迎你来领受主餐。所以我们等到每一个人都拿了一份的时候，我们才一起领受。你可以先准备。再提醒大家，应该习惯了，我们有两个 flip
那个透明的是拿那个饼出来，那个银色的点线不要扒，因为扒那个葡萄酒就会漏出来了。那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一份，我们才一起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再把下面的那个小心一点，它比较紧。OK， 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已经为我们死身体流宝血，已经把他的爱完全的洒在我们身上，所以现在我们唯一的一个回应，就好像罗马书第12章，要继续成为活祭，在他面前来生活，荣耀他的生命，也祝福别人。所以我们起来做这个先声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感谢你用圣子耶稣基督的身体宝血喂养我们。我们借着他将身体灵魂献给你做活祭，求你圣灵的大能差遣我们出去，在生活和工作上赞美荣耀你。阿们。我们以信心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你们更认识敬爱上帝和圣子我主耶稣基督。有缘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所赐的福将在你们中间，常常与你们及你们所爱的人永远的同在。阿们。愿大家平平安安的去爱主，去侍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请坐，这样我们要做一些的报告，然后我就做唱上回诗。再次要谢谢大家出席今早的崇拜。好，那么今天我特别要欢迎张小珍传道，她也是小芳师母的妹妹，很高兴今天因为有需要她来帮助我们伴奏，愿神祝福你，谢谢。好，来 so, 下一次的这个圣餐礼拜是在10月8号，先通知大家你们可以做一些的安排。那么跟着来请大家注意，我们的这个治理会下个礼拜2:30会开会，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可能我们会要检讨，再重新这个视频崇拜，还有这个目前最新的这个疫情的发展当中，我们继续教会要看如何回应整个大环境。所以请大家为我们来祷告。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有上课，请大家留下来，应该也有早餐吧，是吗？有早餐吃吗？今天等一下。有啊，好，谢谢为我们准备的弟兄姐妹。然后OK， 先特别请大家注意一下，假如你有在线上奉献的可能会帮助我们做账的会比较容易一点，就是在你奉献的时候注明你的这个奉献是谁奉献，是散捐，就是每个礼拜 的那个奉献，或者是这个特别的奉献，可能感恩之类的，或是某一个施工的一个那个基金所以你可以注明一下，那我们可以那个钱就可以分配的好，我们做账也比较清楚。所以谢谢大家一直来的这个在金钱上的支持。好嘞，我们再次要通知大家，上个礼拜有报告了，我们的陈可妮李慧丽她放特价3个月，因为她的 slip disc 她的背有些问题，但是她放假之后3个月主教决定会把她安排到一个新的工厂，所以她不会回到新山，所以请继续为着李慧丽来祷告。那么希望我们有一个新的同工很快又回到来到我们的牧区继续协助自己的工作。
就请出心为照啊，李慧丽来祷告。这里也要到谢谢大家啊，我们这位叫任多丽，就是我们在巴士鼓浪的那个一般堂的那个顾学顿啊，他已经成功举行那个手术啊，他的心脏的那个钙叫做什么？那个钙不好。所以他今天去做了手术，他现在就回到，应该回到他的家，应该昨晚礼拜六晚上回来，所以继续为他的复原来祷告，也纪念那边的工程。OK， 请记得在来临的礼拜四，你们已经有报名参加的这个主教荣休欢送晚宴，这个礼拜四7点在 Club Hotel， 我们将会举行这个晚宴啊，请大家注意一下。OK， 一周一日不要忘记这个活动。OK， 你有收到本堂的每周电子崇拜程序吗？你们有收到吗？好，来说每个礼拜六我们都会发出这个 WhatsApp 那个 link 给你们。就假如你有收到的话，就是说你没有这一个的 WhatsApp 在你的手中，就希望你能够把你这个号码放去你的这一个contact list， 然后通知我，我把你加入我们的名单。这每次我们发送这些的消息，你就会见到了。OK， 这其中一个方法，你可以见到我们的这一个电子的程序。另外一个呢，就透过这个 YouVersion 的 Bible 圣经的 app， 来的透过这个 app， 你就可以来直接的从那边下载。这可能现在我要给到，因为有点时间哈，给大家来看看这一个 app。OK， 我需要做一些连接哈。在这里，等下你会看到这一个的OK， 我现在直接从我的手机转上去荧幕，就给你们看到这一个。希望会很快就能听到啊！这个我的目的是因为在这个 Bible App 里头，这个 Bible 程序里头，它本身也有很多帮助你每天读经的一些这些的很好的一个 OK， 它在连着哈。所以我希望你们也可以用这个的程序 OK。需要点时间啊。OK， 可以了。好，来，那现在我给你看的就是这一个 U， 这个我点这个啊 ，U version。所以，假如你已经有了这一个的 Bible App， 所以你看到下面的这一个3.3横吗？好，来，所以你点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一个的 event， 这样你就看到 event， 你再点上去的时候，你就会出现这一个现在我们商务堂已经 upload 了，所以中文的、英文的，所以假如你打进去中文的，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些的我们的程序了。所以你来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这个，或是你在看晚上你在 live 的时候，你可以下载这个，所以你就看到我们有。那个经文啊，那个大纲啊，那还有我们今天的报告，我们的这今天的这个哪天我们做这个报告，好来，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今天侍奉的人员，下个礼拜的人员，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digital 这个的电子会幕单，就希望你们可以用这个好来。那么这里还有特别，这里也是因为要介绍给你们，因为这里呢有很多，它有圣经，它有不同的这个，好像它有这个读经的计划，它里面有不同的，好像你要针对每年读完圣经，或者是你只是按照那个圣经的时间来读，或者是有其他的课题你都可以在里面帮助你，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app， 希望你们能够做得到 ，OK。那既然我已经上来了，我顺便跟大家讲一讲这个 line， OK。 那现在你看到这个吗？好像你回去
每次好像我们小组啊，我们拉完，你就看到现在我们这个小组，这个整个华文组新山上牧堂，我们一共有23个人在这个组。就现在我们看到个 line 吗？就看到你像离开了这个 line， 你看到这个 line， 就是我们现在教会一些全教会的活动，现在现场在转播，所以你就按进去，你就可以进入这一个的什么了。所以有时候好像你来这个小组，OK， 不清楚。OK， 就假如你在 OK， 好像你在小组姐妹小组，现在目前我们有八个人在小组里头。所以在礼拜五我们有聚会的时候，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电话的那个 icon。那么你就看到这个按钮的时候，就是那个小组在，你就点进去就可以了。好像现在我们这个你看它有它已经 start 了这个 line。看到这个 line 吗？因为我现在是用我这个，我就看不到那个现场了哦。所以你看到这就表示有这个 line。那么假如你是在这一个小组里面的话，好来说你会看到这边也会有那个告诉你他已经在聚会了，所以你点进去以后就可以了。希望说这个。能够帮助大家了解一下。那有时候你会发觉你已经在那个组里面 ，OK， 已经在那个组里面，但是你怎样都进不到。所以有一个可能，大家顺便告诉大家，假如你在那网上的哦，有很可能是因为你下载的时候你没有给他那个许可开你的 video， 所以你怎样按就按不进去这一个的。组里头了，所以可能你一直想进去你进不到的，可能要去 check 一下，你重新可能重新下载，然后你下载过程当中确定你要让那个 line 可以去你的相机或者是你的那个叫做 mic， 不然的话你点不进去的，虽然你在那个组你进不到，所以有一两位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状况，可能你需要重新下载，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就说 OK OK 就可以了。假如是 No， 那么假如你就不给他开那个 video， 你就不能进那个组，因为那组基本上是开 video 的。OK， 希望这样能够帮助大家以后跟出来我们这些的小组在线上的，大家都没有问题可以加入。好，请大家起立，我们现在唱最后一首诗歌，我们就结束今早的崇拜，请赞美队回到台上带领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那晚上过后，我们楼上有早点，还有这个茶经。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们要
恩典，使我们能够在以色列的人里，在做我们这个天国的子民，做地上的光，去到哪里都有了荣光。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要三位求主保守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做一个美好的基督徒，做美好的见证。每一天都是这样，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求，每个人说，阿门。